事，要多动动脑子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菜，辣椒炒蘑菇，还有炒竹笋。你没必要这么做。我知道，可我乐意。这一切都要改变了。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家，可我要离开这儿了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别担心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离开这而已。我可以一起去吗，爸爸？不行，宝贝儿，你吃的苦头已经够多了。可我想去吗？我要亲眼看着您惩罚那些害我的人，求您了。好。把我关在这个肮脏的猪圈里。来吧，他们应该还没走远。爸爸真厉害。爵爷当然是最出色的，我准备请求朝廷给他颁发玉匾，还有一份更为特殊的礼物，我要向你求婚。这主意太棒了！走。焦纳森去哪儿？看见焦纳森了吗？年轻人，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一无所获？我跟你说过，必须去除你心中的仇恨。你身体里有一团烈火，却被黑暗吞噬了。当星星升起的时候，神龙就会为你指明方向。走吧。不。教你懂些礼貌的时候了。焦纳森，拦住他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
带走。爸爸，这太可怕了。别担心，宝贝儿，我们会抓住吉奥纳森的，这次他跑不掉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冯州向我求婚，他要娶我。他是有点傲慢，但是他的财富抵得上一个帝国。如果他死在睡梦中，恐怕没有谁会怀疑他的死因。呵，这么年轻就要守寡了。跟上，道泰大人见到你很高兴。有什么消息？林赛的女儿要嫁给冯州，很快举行婚礼。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机会，到时所有人都会去冯州家参加婚礼，我们就去林赛家把陈生救出来。那陈生现在怎么样了？城里都在传说普里希拉要在婚宴上处死陈生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两天后。在哪儿？道泰府。可时间太紧了，再紧也得去。我们只有这一个机会。我觉得傻乎乎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那头肥猪喜欢就好，我无所谓。我喜欢你是我的骄傲。
Thank you.